据说27日在巴黎以代言人身份出席迪奥春夏大秀，果然她的仙女颜值再度惊艳全场。29日，她结束工作返韩，一身休闲打扮，短裙配上靴子，头戴棒球帽跟大耳机，一出关看到接她的粉丝跟媒体，立刻开心挥手打招呼。结束戏，结束，结束。앞에만 주의해 주세요.